Hey， 问你个小问题，你的手机背景是什么图片呢？是你的自拍照吗？使用自拍照的人看起来只关注自己本身和自己的外表，但其实他们超级自信、果断、不可阻挡。唯一会阻止他们的，就只有社交媒体上的赞不够多这件事而已。如果你的手机背景是你最喜欢的演员、音乐家、抖音名人、YouTuber 或其他名人的照片，你肯定有惊人的想象力。你甚至可以想象遇见一个你可能永远都不可能真的遇见的人。使用预设背景代表这个人非常随和，且通常忙于日常生活，因此也不会去烦恼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。也有可能这个人只是刚买了智慧型手机，还没有时间换背景而已。背景使用抽象图片，代表着你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。你有着非凡的逻辑能力，常常会过度分析一切，但是人们总是会听从你的建议，即使没有人主动向你提问也一样。那些把宠物的照片作为荧幕保护程式的人，希望每个人都能知道他们的毛宝宝有多可爱。我猜你的相机里大概也没有宠物外的其他照片。使用数年前你曾参与的某个疯狂派对的照片作为背景，代表你曾在那场派对里做了些非常尴尬的事。这就是为什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人邀请你参加其他派对了。好吧，随便。或者你只是有点怀旧，喜欢活在过去。使用一台好车作为背景的人，很少会真的向他人敞开心扉。但如果你和这样的人成为朋友，他们永远会对你保持忠诚。或者也有可能他们只是真的很希望能拥有那台车而已。我说的对吗？如果达文西有一台智慧型手机，他大概会把意大利的日落作为背景。使用日落照当荧幕保护程式，代表你是真正的艺术家。不，数字绘画工具包可不会让你成为第二个达文西哦，所以不妨换个背景吧。如果有人把自己度假的照片作为背景，他们只是想炫耀一下自己最近去过的最酷的旅游地点。如果那是旧照片，便代表着你非常需要去度个假咯。想让自己看起来更聪明一点的人，通常会选择印有哲学名句的背景。拜托，怎么可能真的有人会用自己的手机背景来指引自己的生活？如果某人的荧幕锁定照片是一件艺术品，代表着他们是具有强大推理技巧且能言善辩的人。向所有正在看这部影片的福尔摩斯致敬。如果你的背景是花朵，跟着感觉走简直是你的名字。搭上一班临时航班，在洛杉矶度过难忘的一周而暂时忘掉工作，何妨呢？你是派对的重点所在，每个人都因此而喜欢你，也许除了你的老板就是。凡是把一杯咖啡作为背景的人，都有一种对生活的审美品味。他们总爱慢条斯理，享受生命中的每一秒。如果你和他们有约，而他们迟到了20分钟，这是很正常的。使用太空和星星图作为背景的人，认为自己有强大的直觉和超能力。这些人常常能在他们很久没穿的冬天外套里找到钱，且深信这是天降好运。或许他们就只是需要一些生活空间而已。